不过当你选择安全智能化洗车专家水府M7 智能型360度无接触自动洗车机时，高科技洗车设备同样能给你带来轻松的快乐享受。 水府M7智能型洗车机 灵巧的L型喷杆 与整个机身的三分钟完美协调工作，你不用走出车外，爱车就能够完全清洗干净，一尘不染地带你去享受生活。下面我们来体验一下这款水府M7智能型洗车机给你爱车的清洗过程吧。 当车辆驶入水府M7智能型洗车机内的工作位置进行清洗时， 灵巧的L型喷杆 在与爱车保持着20至25公分的距离内， 潇洒地进行着它的每一个优雅细致的动作，灵动而优美， 犹如双臂的拥抱。 在M7的精心呵护下， 爱车享受着沐浴，等待着新生。大家是否觉得很好奇，这样一台智能化的洗车机器，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神奇功能来颠覆爱车的传统洗车方式呢？ 一， 水府M7智能型洗车机采用了L型360度旋转式设计理念， 国内首创。 L型360度旋转式设计 采用先进的智能激光检测系统，根据车身长短自动调节冲洗距离，不受任何车型限制，全面扫除清洗盲区，包括轮胎、底盘、车身缝隙等。 二， 水府M7智能型洗车机选用无接触洗车方式，安全可靠。爱车整个清洗过程中，只有中性水和活性剂与车身接触，无毛刷和其他洗涤媒介接触车身，采用高压无接触清洗模式，避免了漆面被沙粒划伤，具有自动检测保护功能，真正保护了爱车在清洗时安全。传统洗车直接使用毛巾， 有的还直接用洗衣粉进行清洗，这极大地损害了车漆表面。 三， 水府M7智能型洗车机 利用水介质抛光，能达到车身光鲜亮丽的美容养护效果。采用专业的免擦式洗车液，免除因海绵或洗车手套擦洗车身表面造成的漆面划伤，全自动微控喷蜡水，车身缝隙均能渗透冲洗，每清洗一次 就等于水介质抛光一次，清洗的效果下就如抛光，省去了很多传统洗车不必要的麻烦。四，水府M7智能型洗车机采用高压旋转式冲洗，能达到最佳清洗效果。采用激光定位技术，确定车辆的位置和形状，并控制L型清洗臂杆，对车辆上下和周边进行无盲区清洗，减少了传送带等附属设备， 也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毛刷，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洗车效果。相对于传统洗车的高消耗、低效率， 水府M7智能型洗车机 效率明显提高，而且速度快，清洗效果也更好。经过以上的对比和介绍， 您会发现使用了水府智能型M7洗车机清洗后的爱车， 由于机器与车身是无接触清洗，并且具有对爱车漆面抛光的功能， 爱车清洗更容易、更干净，整个过程仅仅需要约5分钟的时间，还省去了传统洗车方式的繁琐程序的麻烦。都说爱车三分靠修，七分靠养，目前仅杭城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96万辆之多，但是目前各大洗车店几乎仍都是采用传统的人工洗车模式为主。在这个工作、生活与时间赛跑的时代， 智能型洗车机的普及势在必行，爱车交给由冠泰科技自主研发的智能型M7洗车机去清洗，就是您最好的选择。